太阳的热传播。取材质相同的温度计两支，分别在翼囊的部位涂上一层黑色和白色的广告颜料。放置一段时间阴干，将两支温度计同时放在阳光下曝晒一段时间。如果阴天时，可用台灯代替，观察比较两支温度计温度上升的快慢。